到了。小姐，请留步。孙小姐，请。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昨夜就冯先生出过门。不可能，我从来都没有出去过，那肯定是看错了呀。我们都说了，这两个女孩子的背影很像的，许是孙小姐有心学着冯先生的模样，出了门唬住了门房。世珍，被现实激活，走遍了街巷阡陌，寻找嘉盛的眼眸，像无数隐藏背后的手，将你我有事儿。你和他一点也不像。大少爷指的是谁？感觉多真实。可是为什么呢？舍不得跳脱，却又怕在下一刻。为什么我总是会想起你？